健达儿童路跑今天在中正纪念堂起跑，海硕整合行销提供。记者卓佳平综合报道。2017健达越跑跑杯儿童路跑赛今天早晨鸣枪开跑，中正纪念堂聚集近3000位小跑者与家长，超马名模林佑丽以及是大运国手杨卫婷担任领跑员，让小跑者透过挑战的精神跨越赛道上的障碍，让学童留下一个难忘的星期日。名模林佑丽中领跑2公里健跑组，海硕整合行销提供。这场专业儿童路跑赛组别规划精心设计，围绕着挑战精神，在公里健跑组增设两道关卡，一区是甜甜圈区、小跨栏区，透过障碍装置设计，训练小朋友敏捷度、速度与协调性。完赛学童都不约而同表示，这样的设计相当有趣，期待下次能再挑战。是大运田径国手杨卫婷说，今天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觉得很有意义，也很开心，陪伴小朋友跑完的过程很有趣，希望能够告诉他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都要有不怕失败的勇气。是大运田径国手杨卫婷左侧领跑3公里挑战组，小朋友已经有人加速冲刺，海硕整合行销提供。